我们跟 CI 合作的是我们第一个项目，也是针对我们喝的淡水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们不仅是要去更多的这种地方，更重要一点是怎么样去影响到更多的人愿意去参与。夏洞村所在的这一个万历湖，它是东江最重要的一个水源地。珠江的支流东江，它是我们珠三角非常重要的一个供水的一个水源。农村这个污水这块的治理问题比较滞后，当这个水污染以后怎么治理，这是我们当下最难念的问题。能否让老百姓参与进来，把我们的污水让它变成干净水？保护国际和毕马威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一个以社区为主体的水环境治理项目，推动村里面建立了一个活水公园管理小组。我们项目上的专家给他们提供了很系统的关于人工湿地的修建以及它的这个财务管理制度一些系统性的培训，然后帮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施方案。人工湿地实践就是一个沐浴自然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的污水进了我们这个人工湿地以后，通过我们的机制分成了一个布局，完了通我们的植被、动物、微生物，它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在里面让它一个持续的一个运转，把里面脏的东西把它消化掉，污水、死水变成活水，所以我们叫活水公园。污水进口到净化水的出口这一段过程的所有的水，我们每个月都有定期一次检测，每周两次的巡河任务，对这个河流树叶啊、树枝之类的，我们会及时的进行清理。参与是就是村民一定要参与，它就能持续，不是一个实地的能够解决问题，整个实地带动了整个村子的变化，每个人的精神面貌精神很足啊，我们的那个体验啊、接待完全通过这个人工湿地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这个乡镇振兴，这就是乡镇振兴。一条村的水改变不了整个万历湖，但是如果所有围的万历湖里边的村都能够做同样的事情，我相信万历湖也是未来一个国家保护的一个公园。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们毕马威又做这个活动？毕马威的同事们在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不仅是有专业的责任对客户，其实我们这个责任应该到整个社会里边，包括我们爱护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珍视所有的吃的喝的，更重要一点就是懂得与大自然共存。人跟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